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。神庙对我很重要。我最想去 Salt Lake 神庙，因为 Salt Lake 神庙是最早建造的神庙之一。Salt Lake 神庙是最大的，建造花了40年。2009年，我跟朋友一起去了 Salt Lake 神庙，它很美丽。世界各地有168座神庙，圣安东神庙也很美丽。之前大流行，我每个星期五去了神庙，每次去我都感到安宁。